Hello，大家好，我是白丁啊。那今天开始呢，我们的一个 Smash Blender 就是那个搅拌机的一个练习啊。那搅拌机是这样子，我觉得画那个 toaster 还有那一个 blender 啊，没有那个 electric kettle 的话，其实画这个相对来讲，你们肯定也会觉得很简单。我认为是这样子。然后对，你们也看到我换了一个浏览器，那一样，我先把这个。测试，然后对，还有这个正式哦，好像正式比较好用的，然后画也不会很难画，我觉得是。PNG 不知道双六是能不能导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是前置哦，这个反正它四面都比较规整，那我们画一下肯定是算是比较轻松的，我认为。然后这个正顶是，貌似也是没有。然后这个顶的话，哦，这个是吧？好像这个，那等会再看吧。这张有点用啊，但正顶是貌似是没有了，没有的话就那个上面主要是这个形我看不到，那是方的还是圆的嘞？好像就是又方又圆的这样这个形状，貌似是啊，然后这边啊，然后这边一样嘛，淘宝这边一样给它打开一下啊，反正就是这个啊，我提前打开了，这个反正我等会再看那个顶是吧，我们先把那个身体给画吧，反正身体这个部分那肯定是圆的对吧？好，那我们先进来，然后front view 对吧？sketch 还是一样，我们那个 tools sketch play 然后 sketch picture 桌面奇怪了，我的图片没有吗？应该在 desktop，哎，不在 desktop，好，等一下啊，PC picture 这里，我懂了懂了，PC picture 就这里。然后那个 picture 在这里，不是这里。好啊，在这里，很抱歉啊。因为我刚换了一个浏览器，然后就对，就像你们所看到的。然后这个的话就不用 PS，那个怎么就 PS 去修改它的尺寸了？那我们这样子找一下它的一个规格，高度、规格什么的大小啊。规格大小的话，我只要它一个高度就可以了，别的就按照它这个尺寸来走就好了。但它这个反正是有转速什么的，然后顺便跟你们讲一讲它，你看到它前面这里上面这个地方嘛，像 WiFi 那样子一个图片嘛，那个是一个那个安全锁，就是说所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但是那个这个还是说是美国那边规定的，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这样子的锁。就万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按这个马上停止，这样子一个意思。然后高度找到397 mm，397。好的，然后呢，我们就把定在这个位置吧，开吧，定或者再低一点吧，这样子。然后分钟，好，那我们就这里，front view，然后对。那这样子，我们第一个草图已经完成了。那我们来一个 top plane，对吧？top plane 的话，反正也是在00这个位置嘛，肯定是。然后 sketch，对吧？sketch 以后，它下面是个圆，哦，还是一样吧，又方又圆的那样子，那样子一个形。那我们就来个中分吧。中分以后，对，3、4条线，我们先给它设定好一个 equal，对吧？equal 以后，我看一下，哎，150吧，那就四条边各，上面各150，然后我们再回来一下啊，然后你们也看得到，其实对，就是对准一个线的对准而已，都是这样子。好，然后这样子算是，这两个点我们让它垂直一下，对，再标注一下这个。因为最后还要导一个圆角，画法反正还是一样的，这个是必然的啊。
然后再下来，我们就把它进行一个环形阵列，四条，OK。好，是不是有点歪了？好像不是，好像是也不像一个视觉上不太平衡。哦，对，没事，应该是没问题。好，那一个我们把它剪掉，多的线给它不要了。OK，那这样子下来，我们有一个基础的形状了，是吧？那这边我们也是一样吧，给它小标注一下吧，可以吧？然后四条线反正也是给它一个一口，相等，对，那这样子算是 OK 了。好，我们上去，出去一下，出去了。好，这个底图我们也有了，对吧？那底图以后我们再来一个 top plane。Top 的话，再进行一个对，对，开一个那个基础面，好像我电脑又有点卡了，哎呦，这电脑啊真的是醉了醉了醉了，这现在录个视频真的是，真心挺苦逼的，有时候。OK，那一个我们继续。还好不是我没弄那些什么 3D Max 那些视频啊，有弄的话那就，那就不敢想象，真不敢想象，真的，一百一这样看，反正就拉到那我也是目测啊，你们其实也看得到，我也是目测啊。好，那这样子差不多115，再下来，毕竟我也不是那个专业软件教学的。然后很多时候就，除非再练一遍，但是练一遍我自己也没有那个时间。专业软件教学那种天天对着这个东西还是比较，也不是说他们比较闲，就是说对，就是说那个他们有更多时间去研究这个东西啊，这么说就，对吧？毕竟对反正就对，我们先从这几个，我们先把对 piece，然后就这样子。也是 peace 以后对吧？我们就这样，对，还是一样吧。反正这个有多小就拉多小，然后这个好像有点那个，那反正不用，这个不用担心啊。反正就这个好像不够粗，我们不用管它先，我们先这样把它画出来先啊。然后再下来我觉得它最麻烦就是这个线条了，其实别的都还好，它最麻烦就这个线条最不好弄。好，那这样子算是 OK 了，对吧？好像拉多几遍，现在慢慢熟练了，已经。好，这样子吧。那这个就没有什么数字，我就手动拉吧，因为这个反正给你们设定一个数字的意义，说实话也不是很重大。好，那个再下来，我们记得吧，四条四边啊，反正就上次之前那个也是吧。好，那个。这个sketch，我看反正不知道能不能环形阵列，我还是想试一下环形。OK，不知道可不可以，反正就试一下。还是不行。这样子反正就还是一样呗。那一个front Ctrl 加八，Ctrl 加八以后，对，这个拉一条中心线还是要小小一条就可以了，反正就是棱镜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再选上这条线，对吧？选上这条线以后，然后看一下Sketch Four，我看一下我有没有点错了，镜像这里镜像选过去。好，打勾。好，那这样两边就 OK 了，两边就 OK 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再下来把前后两边 white view 这边反正四条线都给它把它弄完了啊。反正这样子，到时候它关联的，反正线越多，关联起来越麻烦呗，这是一个事实啊。再下来是这样子，也是一样，反正也是一样就，把。
也是一个，对，反正还是一样，反正保证它是一个那 piece 呗，还是一样。啊，我感觉最近 Sunrush 用的比较多，也开始比较顺，因为之前用的，我之前 Sunrush 用的没那么顺，其实，因为之前也有，我之前一直用 Rhino 比较多，然后有时候那个软件思路不一样，然后就没法换，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这边反正两边对等不一样，这个你不用不用担心，为什么呢？你到时候还是那句，到时候工程师也会重新画，对吧？你还不如说把你想画的那个东西给表达好，我觉得更重要是这个。然后这个反正你就大概看一下，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这个曲率没问题就可以，因为我们这里已经是直了，所以说整根线的偏差不会太大，这样子。因为工程师反正他最后会重新画，你也没必要去较这个劲，对吧？因为不可能说拿你那个模型在那个，就拿你那个模型然后画上去这样子啊，就是说把。怎么说？不要把时间花在渲染上面，把时间花在建模上面。但是建模不要抠这种细节啊，更重要记得还是那句说，你要表达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就是觉得啊，我渲染很炫，然后就花很多时间在渲染上面，然后其实这个是一个挺白痴的行为。就是渲染，那个是人家软件厉害，不是你厉害。就是说，我觉得可以渲染，就是可以花时间在渲染上面，但是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怎么说？好像你做出来的一个事情啊，我意思是这个啊，哎，那个或是，好像啊，好吧，我把这个好像不太行，我把这个放高点。OK，那这个，看一下不能用吗？难道？奇怪，等一下啊。这一条呢？哦，二，对，三，等一下哦，我两条好像，哦，好吧，我懂了，我好像两条都，我是不是两条都画出？我好像两条画下来了，好吧，OK。先把这些给删掉，应该是对，这样子才对哦。我就觉得奇怪了，果然是我看错了。还是一样，那个这个步骤你们可以把它，那个就你们把它画完，然后再可以就直接把它 skip 掉就跳过。然后我这边还是要把它继续画，画完这样子。好，那个 sketch，就加八。offset 零。好，然后再把它镜像，对，我奇怪了。然后这样子，上面弄一条小线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它那个给镜像过去。好，那这样子就 OK 了。那这个中心轴你要留也行，你要删也可以，没有问题的。好，再下来，两条线都有了。好，Ctrl 加八，继续把这边给画了。一样，这里结构线，再选这个，再镜像。好，这时候点蓝色这个。打一下勾，再把多余的给直接给删掉就可以了。英雄要 get 了，有些东西就算了，不要那么麻烦啊。好，那这样子这个底部我们算是有了，那赶紧先把它画 loft。好，上下两个的一个，哎，等一下，我忘了倒角，前面的这个给它导个圆角先。我觉得你们可能前面应该有看到的，只是没法告诉我，是50吧？50，OK。其实50吧，那就其实它40到50，它反正它圆角我看它倒也是很大，哎。
像这样行吧，做也麻烦，画画也很麻烦，但不影响我们这个外形啊。好，那个继续。好，上下两个的心已经有了，再下来一，好，二，然后三，反正最好我圆着环着来选啊，它这样子会慢慢变啊，这样子你看到，哎，打勾。好，这个形我们算是已经有了，对吧？那已经有的时候，那这时候再下去，我们把那个，那我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底座给画了，好吧？底座先画了吧。这个你可以先抽壳，这个没有问题，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可以先抽啊。但其实0.8G 的，你们自己真的画的时候，我们就给一个二吧。好，反正，OK。不够深，等一下啊，哎，去，上下两个都要抽，This is more than，反正他可能是说曲率不够这样子，反正你就照着，如果不够你就再给他大一点呗，就这样子一个情况。五的话，也不行吗？就这个运算会很慢，然后等会我们把下面这个倒是没什么地方，就正常的那种画，然后倒圆角什么的。估计也倒不了是吧？然后上面这个反正也不难啊，上面这个。反正上面这个是圆形的，我们可以旋转。哦，好吧。好像不行是吧？不行，不行也没关系，反正中间那块也是马达啊，咱们也不太影响。行吧，extend 那个行，然后一样，我们在 sketch 对吧，把底部那个给画了吧。底部画了以后，我们直接抽取曲线啊。整个吧，应该是可以整个点。OK，好，然后我们把它拉伸。不用，哦，我知道了。哎呀，每次先把这个给删掉。哎，删掉这样子，再来一遍，sketch，底部在这个底，反正就这样子强制设定一个关系嘛，00啊，反正这样子整个面选，然后抽取。再拉伸，拉伸的时候不要 match results，再下来应该是，反正看你可你就这样看图片吧，反正我觉得，哎，30肯定不行了，这样，反正大概就你就挪到这个位置，反正然后再把20行吧，那就20吧。反正大概设好一个整数，那就 OK 了。好，这样子一个整数已经完成了，对吧？然后我们就先把它下面的这个部分给剪，我们把它下面这个给出壳吧，然后再剪掉就 OK 了。刚刚那个可能上面那个形状比较复杂，然后就不太好剪。那我们就是反正下面这个不太影响啊，照样能画出来就是了。我也是这样。再下来我们就 sketch，对吧？Sketch 以后，一样，我们画一个这里中间下去嘛，对吧？我们就这里这样子画一个方形啊。那我看一下，一半一半，对吧？那就简单喽。我们这条线跟这个底部这条线，对吧？给它一个10呗，一半嘛，反正。然后呢，我们再下来就给下面这条线吧。上面这条线我们给个，我们先给个110吧，可以吧？因为之前有些下面数字，其实我也忘了差不多，然后再下来，我们在这个，我们再画一根线，对吧？一样，然后给一个标注，这样子，反正它这根线已经粘了嘛，那我们给一个70吧，对，给一个70度，这边另外一边我们也是，这样子给一个70度。
其实，哎，对，那有些如果你们记得之前数值，也可以用之前的，你们觉得自己像，因为这个东西，我画完其实作用不是很大，也要你们反复练习，这个更重要，这真的是实话。好，那这时候再来上下这个距离，我们需要设定一下20。对，好，那这样子其实就 OK 了，那我们就这样子。退出一下，然后拉伸。然后拉伸的话，反正这一次我们选择一个 full all both sides，没有两边吗？应该是两，middle plane 也可以，反正就这里可以选的很多了。但没有 both sides，没有 both sides 也不要紧，我们就100吧，干脆就，100不是很，哎，100不是很够是吧？然后不要 merge result 也是一样，200。好，200，OK。然后200以后，我们这样子，再给他一个选择一个 body，我们再给他一个环形阵列啊，这个 body，选择我们选择那个 body 啊，这里 body 不要那个 surface，然后这里有一个 body，那 solid body 我们有一个哦，这个好吧，我回去把它不要 merge 先，有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好，再来。这一个对，然后择一个就可以了。两个。设 rebuild 选 body，然后选它。两个，OK。不行吗？Select and dimension，找那个中轴是吧？中轴的话，这个，这线，选这个，180，应该是180，不对吗？360，看不到那个皮标，好麻烦的。应该照理来说，应该一个。奇怪，这里一个、两个，诶，它怎么不会转呢？这就奇怪了。等一下，90度难道？对，90度，好吧。然后这里已经有两个了。好，我们就那一个，我现在忘记了，可不可以那一个什么？就是combine 这里可不可我不确定可不可以选两个，我们这样试一下吧。不行的话就还是一样把它组合了，然后再来选啊，对吧？第一个被减去的，然后对，subtract 可以，好，这个看起来挺像的，好，就这样子定了啊，排版。再下来我们把下面的几个圆角给选一下，好，这几个10，那就10呗。那我就大概还是要这样子给你们倒个角，但是你们再精细你们先把它再精细化，或者叫那个叫什么深度化啊？那你们再自己练习，再慢慢玩吧啊。主要是我想展示是我这个建模就这样，我如果我建我会这样子建这样子，OK。好，这个10，那因为之前讲过上面比较大，这比较小，那这时候这比较小，那我们给它一个3吧。三看一下，回去，它这个看起来也比较小，对吧？可以去到5。那再这样子还是5。这个重新选一下，这样子5是没问题了。OK，哎呀，这点错了。如果你们说这个东西你现在这么，这个减法不是很精准，对吧？那你们可以算那个角度，就可以说那个你，如果你说我这么直切那个角度不精准，你可以斜切啊，就多设定一个基准面。就是说你可能觉得我这里它这么切的时候不是很那个啊。就是有些人觉得，我这么从一个前四度切，好像不是从里面看不是很精准，因为我从里面，我这里是往里收的嘛，对吧？
但是正品那个我没见过，反正我不知道。如果你说，外面这里宽嘛，里面如果像我这样切，那里面肯定这个部分角这个部分有厚度嘛，越来越细嘛。那你想你不想越来越细，那就斜切呗。我觉得就对啊，但是这个影响都不会很大，都小问题。但对，你看你自己要求吧，对吧？